耶稣，我们来感谢你。主耶稣，你已经在恩典里面掌权，你已经胜过死亡，你带给我们生命一切满足。在今天早晨，我们要来敬拜你，要来紧紧的跟随你。谢谢耶稣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你是我江山，世上没有植物能够带给我满足，在失恋中我领歌唱，永不回头，我的自由基督是我生命中一切所需，谢谢，谢谢主，我已经决定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。在前面，世界在背后，永
主耶稣，我们来感谢你，主要谢谢你已经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主要让我们可以活在你丰富的恩典当中。主耶稣，今天早晨，主要我们再一次，主要向你献上感谢。主要今天又是新造的一天，新的一天，你要做新事的一天。主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新事，主要就好像你胜过罪，胜过死亡。主要这是一件新事，主要这样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主要让我们到职场，到校园当中，主要我们可以看见你新的作为。主要你是我们一切所求，主要我们的心单单的渴慕你，单单的需要你。谢谢耶稣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与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是美好的一天，不知道你有没有一样跟这首诗歌一样的一个阿们。基督是我的满足，基督是我的一切，基督是我的奖赏。哈利路亚，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焦点，这世上所有的功名利禄，或者是世上所有你觉得美好的事情，摆在我们最美丽的主面前，要失去焦点，它要模糊，甚至它要褪色，我们就单单看见耶稣是我们所要的。哈利路亚，今天早晨我们在这最大最大的信心跟期盼，好不好？转开你信心的一个旋钮，我们里面都有个旋钮，转开它，转开它。我期待今天要继续的遇见神，更多的认识神。你知道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是像我这种老基督徒，从小生在牧者家庭长大，有的人可能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，或者你在教会十年、二十年，或者你以为你对信仰已经有所认识，或者你可能读过一些什么神学，读过一些什么，我觉得我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失去对神的期待。你今天还对神有期待吗？你今天还对这个神有兴奋吗？你今天还爱他吗？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让你里面那个信心跟那个期待跟盼望转到最大。主啊，你是我的盼望，主啊，你是我的盼望，我不要再容许我自己这样过日子了，我要起来期待你，我要起来相信你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相信必须是全心全意的。哈利路亚，祝福你今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神再次把这样的恩典在你里面膏抹，你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生活，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的期待，你是我们的焦点，你是我们的全部，你是我们的满足。基督，我们爱你。耶稣，是你先爱我们，你为我们上十字架，让我们再次重燃那个热情、盼望跟信心。主啊，谢谢你。主啊，这是最重要的事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，我们的祷告、我们的敬拜、我们的侍奉、我们的奉献都是毫无价值的。谢谢主开启我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今天继续要来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我们来大声读神的话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而且加添的律法使得过犯增加，只是罪在哪里增加，恩典就在哪里越发丰盛了。所以正如罪借着死掌权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，使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哈利路亚，罪如何曾经在你身上掌权，像个王一样奴役你。你知道王他是很有权柄，王发命令没有人可以说 no。罪以前在我们身上就是王在控制我们，很痛苦，你想或不想你就只能被他控制。照样，哈利路亚，二十一节太宝贵了。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，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启示。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了。哈利路亚，曾经罪如何辖制你，让你无法过一个你觉得属神的生活，快乐的生活，一个可以跟随神的生活，一个你对得起自己最基础良心的生活。照样恩典借着义在你身上掌权，恩典要成为你的王。我们如何经历这件事情呢？就是我们被神称义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是你全心全意的相信耶稣的那一刻开始。哈利路亚，我要祝福你，恩典要成为你的王，而且不止停在那里，恩典要使你在恩典里成为王。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要成为一个被神使用做王的人。你可能想说，什么是做王啊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土地，我也没有人民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一个 nobody。 感谢主，上帝专门使用 nobody。 如果你刚好是 nobody， 上帝可以大大的使用你。你知道什么是做王吗？做王是什么意思呢？
作王就是在内在里面有王的荣耀。什么意思呢？他有富足，他不忧虑，他不惧怕，他充满平安。简单的说，王是非常平安，有喜乐，有自由的。你没有看过一个王偷偷摸摸的，哎呦，我今天怕被人家看见。没有，我祝福你在恩典里面，你也要成为你生命中的王，里面有富足，有自由，有平安，有喜乐。而外在王有什么特质呢？王的外在他有统治权，他可以主宰，他有管理权，而且他可以发展他的国度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在你生命中赐下一块领域，是让你有权柄，有恩膏，有能力的，可以执行神的旨意的。那个地方可能在你的职场，可能在你的家庭，也许是你的职业，或者你的兴趣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你要跟神祷告，我们的神会启示你。当你站在你属于你王的领土上面的时候，你会发光的，你的五千两，你的两千两，你的一千两会倍增的，会倍增的，那就是你做王的地方。哈利路亚。有的人是老师，祝福你在教学上面成为王，有权柄，有能力，能发展你的学生一个一个都成为非常卓越的。如果你是运动员，祝福你在运动场上成为王，得夺冠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如果你是企业家，祝福你，你可以好好的把你的企业可以整治起来。如果你是家庭主妇，祝福你，你可以照管你的家，使你的先生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，你的孩子每一个都从小认识神。哈利路亚。每一个人做王的状态不一样，我们对做王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，哇，我要变得很有名，很成功，然后很有才势，很有权势，这是世上的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世上的王，我们是属天的王所带领的，我们是与他同国的。我们属天的王基督谦卑道成肉身，谦卑与至于死，我们是仆人领袖。弟兄姐妹，祝福你成为像耶稣一样的王。在约伯记提到他的眼目，36:7，他的眼目不远离义人，却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，永远被高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诗篇第113篇第7-8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，你看，从粪堆中提拔贫穷的人。哈利路亚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第8，使他们与贵族同坐，与本国的贵族同坐。和本翻译本，我这个是和本修订本，基本上跟和本是一模一样的，只是有些词改变了。比如说使他们与贵族同坐，在和本是与王子同坐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神喜欢使用 nobody， 本来在灰尘中粪堆中的人，他把他高抬起来，与王子或者贵族同坐。有一个关键，就是你要成为义人。当你成为义人，神就乐意提拔你。哈利路亚。又回到那个我们基督徒最重要而且最关键的相信。当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你就被父神称为义，你就有基督，你就有机会在恩典里面被兴起来成为王。我祝福你，你要成为一个在基督里，在恩典里面领受丰厚恩高恩宠高抹，而在你的领土里面成为王的。有三件事情你会经历，你会经历。我要祝福你，当你愿意这样相信，你打开你心性的旋钮，有三件事情我们的主要帮助你。我很喜欢大卫这个人，这个人是一个从 nobody 成为一个王的一个最佳最佳的一个模范，一个典范。我常常在大卫的故事里面找到力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用大卫的故事鼓励你，因为魔鬼不希望你成为王，你知道吗？魔鬼希望你一辈子当卤蛇，一辈子失败，做什么都不成功，然后你就习惯了，哦，我就是这样。不是这样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创造你，至少你有一千两，有人有两千两，有人有五千两，可是你至少有一千两。而五千、两千、一千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倍增。我要祝福你，你要倍增啊，你生命要改变，你不要停在那里，好不好？魔鬼希望你就是停在那里，你就是这样了，我一世人就这样，我就是天生的卤蛇。弟兄姐妹，我要祝福你从那里面出来。当你相信的时候，你被神称为义，恩典在你身上掌权，你就要带到下一个阶段。不止恩典成为你的王，恩典要使你做王。哈利路亚。有三件事情从大卫的故事里面我们学到。第一个我们可以得到的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高深突破的恩典。
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一节来读神的话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的儿子都在这里了吗？他说，还有一个最小的，看啊，他正在放羊。撒母耳对耶西说，你派人去叫他来，他若不来这里，我们必不作席。你知道这是一段记录，我们知道当扫罗王已经被神厌弃的时候，神差撒母耳先知去告下一个继任的王，就是大卫。可是到了大卫的父亲家，他把所有的兄弟都叫出来，唯独就遗漏了大卫。大卫那时候在放羊，这是什么故事？就是这个父亲可能心里都觉得，我那个最小的不用了，他这个以色列的新王的海选，居然他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他连报名资格都没有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生命中有太多的可能性，你可能你出身卑微，或者你可能你没有资源，或者你可能觉得你被冷落，或者你在公司里面根本黑掉了，你觉得你是在被丢在一旁在放羊的。阿肋路亚，祝福你，当恩典做你的王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一个莫名其妙高深突破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世人可以遗忘你，连你的亲人都遗忘你，但是创造你的神没有遗忘你。请你把你的信心转到最大，创造你的神没有遗忘你，他依然记得我有一个孩子，他在放羊，他是我未来要高抹的，请把他叫回来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自暴自弃。我最受不了基督徒自暴自弃，你有什么资格自暴自弃啊？基督都为你死了，哈利路亚！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基督不只为你死，替你活耶，哈利路亚！继续相信，继续相信，神就把你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。第一个高深突破的恩典祝福你，第二个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四到四十九节，大卫伸手入囊中，从里面掏出一块石子来，用机旋甩去，击中非利士人的前额。石子进入额内，他就扑倒面伏于地。第二个上帝要在恩典里面使你做王，让你经历的一个祝福，就是反败为胜的恩典。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觉得你现在是在一个咸鱼的状态，哈利路亚，咸鱼如果不翻身就真的是条咸鱼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可以让你反败为胜，我们的主可以让你反败为胜。罗马书八章提到，若神要帮助你，谁能抵挡你？弟兄姐妹，主已经帮助你了，他已经叫他的儿子为你死，为你复活，而且他透过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必定可以反败为胜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经历反败为胜的，就像大卫本来看起来稳输的，哪有一个牧羊人连武装都没有，要去跟一个受过正规的训练的战士征战？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就这样，我什么也没有，他们什么都有，我们很弱，他超强的。弟兄姐妹，神专门挑这种人，如果你在这种情况，恭喜你，神要使你反败为胜。继续相信，继续期待，记得把你的信心旋钮打到最大。神啊，今天我依然相信你，无论在什么情况，祝福你在恩典里反败为胜。第三个，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三到四节，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与他立约。约拿单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把战衣、刀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弟兄姐妹，这边在讲什么呢？我要祝福你有贵人相助的恩典。约拿单跟大卫的故事我们很清楚，大卫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约拿单，甚至是他的仇敌的孩子。很奇妙的一件事情，神让这位本来要杀他的扫罗的儿子深深的与大卫有很好很好的关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大卫若没有这个贵人，他无法最后登基为王的。我要祝福你，在你觉得最窘迫的时候，在你觉得四面楚歌毫无 救援的时候，毫无资源的时候，神会差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成为你的贵人，帮助你渡过难关。奉主名祝福你。大卫的故事让我们得到亮光，更重要的是，大卫的故事预表的是那在新约真正的大卫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因为他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高深突破。他在你跟我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反败为胜。他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会有神所差遣的天使帮助我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祷告好不好？请你站立起来，或者你或跪或坐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祷告。我们祝福我们自己，我们祝福我们自己，因着有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拥有高深突破的恩典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。主，因着我们有认识耶稣基督，我们相信耶稣基督。
我们抓住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高声突破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主，让我今天领受高声突破的恩典。奉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是的，耶稣基督，我们在今天的早晨，我们要来宣告，主啊，我的生命是得胜的。主啊，我不再看我过去是微小，我是多么的微弱，乃是主啊，我在今天早上，我就要获得一个自由，获得一个恩典，是成为王的一个恩典。主啊，是的，我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有王的自由，主啊，有王的气息，有王的安息在我的生命里面。主啊，仇敌要欺骗我们，主啊，看我们自己是没有用的，但是主，你看我们却是宝贵的。主啊，你要我们和你一同在宝座上坐席。主啊，谢谢你这样的提升我们，主啊，求你给我们更多的信心，主啊，让我的信心主要是依靠你，主啊，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阿们。我们继续来祷告，我们不只有高声突破，我们更有一个反败为胜的恩典。我们祷告，无论在什么情况，我们持续相信神必定为我们征战，使我们可以反败为胜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主耶稣，让我们生命中有反败为胜的恩典，无论我们遇见什么样的困难、压力、压制、抵挡。奉耶稣的名宣告，我们要反败为胜的恩典，反败为胜的恩典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在恩典里面，我们可以突破所有的困境，反败为胜，反败为胜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赞美你。天父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许多的巨人，像哥利亚一般，把我们逼到角落，把我们踩在脚底。如同耶稣你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，你的门徒却都四散，却都睡着而四散了。父神啊，我们也是不过如此罢了，但感谢主，那复活升天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，除去我们心中的一切幽暗，一切的惧怕，除去我们心中的巨人。我们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站起来分享你的话语，如同使徒彼得一般站起来分享，三千人五千人归向你，如同大卫一般站起来，哥利亚就倒下去。不是靠着自己，是你的恩典够用，你的恩典使我们得以为胜，反败为胜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要帮助我们，我们不靠自己，我们是靠着你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不止高声突破，有反败为胜的恩典，我们继续宣告来祷告。今天神要差遣天使护卫，而且有贵人相助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主啊，你要差遣天使护卫我们，并且你要差遣贵人，主要在关键的时刻，主要让我们有一个桥可以到达你要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。哈利路亚，宣告有贵人在我们生命中。谢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。谢谢主，赞美耶稣。谢谢主，恩待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。主啊，你说，主啊，你会兴起环境来为爱你的人效力。主啊，你会使爱你的人得着益处。主啊，当我们相信你，信靠你的应许，主啊，我们会看见，主啊，有贵人相助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兴起我们身旁的人，主啊，他们也一同经历这个恩典。主啊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祝福你今天有贵人相助，有反败为胜，有高声突破的恩典。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相信他，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些恩典。祝福你借着基督在恩典里面成为你生命中的王，祝福你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敬拜他。主耶稣，愿你的恩典、恩惠、恩慈、恩高大大的充满我们。我们宣告，主啊，是你使我们成为王，在我们的领域里面继续扩张神国。愿你的名被高举，愿你的国度降临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。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基督是我满足，基督你是我心满足，我一切所需在于你，一切在于你。Yeah.